伫你都无遐个好呢，你就是吼、哦、用纸票等个水淋吼，水嘛会甲你沉落去啦。啊，人对方有祝福啊，哪怕伊是用人家个等个水，人伊嘛会浮起来啊，伊都有福啊。啊，你就是欠迄个福，你有地无福啦。啊，人伊吼、哦、有地有福啊。所以呢，伊会知影你这个好人才啊，伊甲你网罗入来啊，所以人伊嘛有智啊，也嘛有福啊，毋是干那讲啊，互你智慧财产安尼吼，啊讲偌济，互你都互你，毋是伊爱你的财，所以啊，较认命咧啦，咱都爱知因果啦，你有福因啦，就有福。过啦，吼、哦！你欠做福音啦，所以呢，福过进步。听听咧，伊嘛感觉，哦，那安尼我都甘愿啊啦，我、哦、日子还阁会当过啦，对啊，啊，食头路啦，免烦恼真多啦。所以现在看到这段文呢，这种怀才不遇啦。就是一生差都过去吼，那咱自济人啊，人看多咯，可能呢，人间世事，咱嘛拢听真多啊，起码讲过去这个代志，应该大家人要听的，活生生的人呐、啊，安尼现身说法伫咧，互你听。应该嘛真多，这种坎坷不安呐、啊，所以这段文吼、哦，就是要互咱较了解一下，当着什么款的代志，拢免怨叹呐。啊，咱若听到安尼的人伫咧甲咱讲话，啊，咱嘛知影道理呢，来替伊分析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种。唔免起疑心吼，那下面再讲，为恶之者，是事害我；为言天下善恶无分呐、啊，如此计者，皆是不能心得业力哦。这个人啊，有个人就讲啊。他带看做善的人，一世人遐尼长坎坷，但是现在你讲的呢，啊有的呢，看伊安尼吼，一世人足霸道的啦，啊是真歹啊，啊搁是贪而无厌啊，搁是一毛不拔、啊，那这种呢，遮尼长当生啊，唔肯施舍，啊干那一直要贪。这种呢，为恶的人啊，这凡是做什么代志呢，都是拢真顺心得意。这安尼讲起来，天下的啊，善恶无分啊，做善的人无得到什么好报啊，做恶的人呢，伊还阁是伫咧享福啊。啊，安尼呢，这种。善恶都无分啦、啊，如此计较，那是安尼的人啦、啊，去该计较呢？亲像安尼，拢总是不能亲达业的道理啦。都只都解说过去了吼，那有前因后果啊，强的伫大生呢受报。弱的在后面面吼，咱若过去做着真强的恶因呐，那这世人呢，这个恶果呢，伊一定爱报啊。所以因果是分明不爽啊，但是这世人都看未到咧，明明看伊这么恶，阿奈顺心得。明明都遐尼好呢，那人生遐尼坎坷，伫这世人呢看未出来。
其实咱反复啊，哪有偌久的时间互咱看呢？人生啊，是短暂啊，但是呢，因果啊，是恒在吼，是永远永恒拢是伫咧啦。所以咱应该呢，爱去体会因果业力果报，这绝对呢是分毫不爽啊。所以啊，咱应该爱清淡业力啦。咱过去讲障碍，那烦恼障碍，就是因为咱作业才有烦恼啊，来障碍咱啊，障碍了咱真多的道理呢不通，未通啊。所以咱一直呢，都伫这个愚痴啊，伫咧作业六次轮回啊，真苦。所以呢，咱应该爱通达道理吼，也那无呢，这样子短视啦，看伫讲哦某某人，那伊无去改，了解过去是安怎，伊无去改深思呢，未来的来生又是安怎，干那看伫现在呢，迄种的短暂，甚至呢？也阁有人啊，虽然平时是安尼的人生，背后所深藏着的呢，咱凡夫呢，嘛是也阁看未清楚呢。所以，咱既然看未清楚的代志，都唔通呢，那随意呀，去影响着人的道心哦。所以，咱不达道理啦，但唔通用迄个偏见呐去表达吼，作恶一定的后果啦，还是会受吼。所以下面呢一段文再讲，这安怎讲呢？经中有安尼讲咯吼，那经中说言有三种业，那何等为三啊？一者现报，二者成报，三者何报啊？唔是啊，善恶无报，还是同款有报吼？这是经的内底安尼讲，啊，经当然就是佛讲的啊，佛啊。绝对是不妄语啦！伊所讲的呢，必定呢是真正确哦，绝对呢是无有妄语。金刚经内底唔是安尼讲吗？佛是真语者，是语者，不妄语者哦。所以咱爱相信佛陀所说的教育啊。那这三种的报呢，就是一家现报，哇，现做现报，你看是啊，时机未到啦，唔是善恶无报啦。你看偌年真多人哦，作恶不管呢，是抢啊杀啦吼，那嘛是同款。爱受法律的制裁，那么是常常看到社会发生什么款的命案。虽然呐、啊，也阁有迄个命案呢，就沉大海啊，找未到真实的凶手伫倒位。但是啊，是伫这个世间人啊。唔知凶手伫倒位，咱看未到的啊，无了解啊，嘛。